在路旁笑着同过，谁能与我承诺已失落，谁人亦不可以相信自有风过，何日那快乐亦变成罪恶，何时你怕了面对惨光冷漠，为何在今天不与所各自为过，无论无论成功与风浪，谁人亦不可以相信自有风过，何日那快乐变成罪恶，是你怕了面对惨光冷漠，一定是吧，谢谢。跟住送给大家一些的我自己唱的主题曲，那呢先唱了一首歌先，因为呢跟住落嚟那首呢是有些意思的，是的。那我应该问一下大家的问题，看看大家估中的话呢，说不定有些特别的礼物的吧，送给大家下世纪我第一唱。
希望大家仲记得呢首歌《下世纪》。系咁啊，近年其实都唱咗唔知点解好多古装嘅歌嗬，所以专登今日着得好唔古装，唱古装嘅歌，希望大家有啲特别嘅感觉。系咁啊，头先讲咗啦，有啲问题问大家啦。咁啊，张宝仔好似喺马来西亚都攞咗奖喎，系咪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同頭先嗰首歌咧都係有啲玄機嘅，因為都係一首古裝嘅歌。咁啊，除咗係情歌之外，大家估唔估到啲咩共通點咧？估唔到係正常嘅，因為我要講個歌名出嚟先。跟住落嚟唱呢首歌咧，就叫做《悔別離》。咁啊，因為兩首歌都係光頭嘅。咁啊，光頭咧就好旺旺嘅，咁啊，希望大家亦都中意啱啱播完呢首《天命》啦，咁啊，送俾大家我唱嘅主題曲《悔別離》，希望大家中意。妈
冷路人情没说话，调这小刀忍心的奋斗，同建立起每个家。大路上有着同样是自信吧，大概走得到这年，再艰辛都不再怕。我跟你踏遍真心的游行，虚假的繁华，台风想冲前的当晚，一起抵挡雨打。疫情伤感中流行，情早亦然脸挂，望见星星要陨落，一起渴望你尚记得吗？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天，你我原来怎么蜕变，怎可让像动荡时光里跟守这片天。这对轮又再一天一天转，我们未可回归到美丽从前，亦有新的点失语。就算在某天风更花飞再一天，你我仍然等于眼前，走得望最绝望危难，哪会怕考验？时代变，人们风景都改变，我们英勇却被说从前。如常在疯狂里相遇，未会厌。上边朋友，你哋好吗？喂、hey, ，Hello， 中意嘅可以问我嗰首歌，喐下，呢啲都看下，大家喺嗰度多啲玩嘢。那天到异国出走的人潮，雨今天回来。或者都怯，或者都是都舍不得放手。情到真勇可学潮，怀念已是漫游。未有手进入那潮，一起走过，你又记得否？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天，你我原来怎么蜕变？总可让冲动荡。因為我們都不是做加班的，是吧？
唉，好開心啊！真係，我好耐冇嚟到雲頂啦。之前每一年都會嚟一次 ，and then 會嚟到馬來西亞做好多宣傳。而家真係時代變，人物風景都改變，所以今次可以嚟到雲頂同大家唱歌，真係好開心。都真係好掛住大家，多謝你哋。其實呢一首歌喺我大概4年前啦，係咪？係4年前拍嘅一套電視劇主題曲，而呢首歌亦都帶俾我好多可能。而喺4年前，那個就係咩啊？嗰、那個直係國歌嚟嘅，大佬。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都係有少少馬來西亞華人嘅血統啊，所以我樣都係比較鬼鬼地嘅，係馬來西亞華僑嚇 ，OK。咁啊，呢首歌亦都因為呢套劇而令到我喺好多，尤其是東南亞地方開始越嚟越多人認識，所以我真係好開心。跟住落嚟呢首歌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唱嘅，亦都係我新年嘅。咁啊，大家都知啦，最近嚇、我都喜事重重嘅，係。哦，原來大家咁樣啊！咁啊，大聲啲鼓勵下我啦！五在心啊，好窩心啊，都係大家嘅祝福，係，我會盡。是我会 盡我最大努力做好老公和老爹。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好像做緊爹地咁样，我唔知点解，所以上天好多嘢上天俾咗个好好嘅 gift， 咁所以呢首歌练定嚟就係唱俾佢听，亦都希望在座有好多嘅小朋友好多家长亦都鍾意听呢首歌，送俾大家無條件。Yeah.
失望啊。係，咁啊，唔知咧，因為有咗家庭之後，成日好多朋友同我講好多嘢，但我自己又成日覺得唔知咧，好似天生天養咁樣啊，係咪啊？係咪啊？但有好多朋友同我講：哇，你小心啊，你又要開始買奶粉錢咯，係咪啊？咁跟住咧，你諗下出世要咩醫院啊？要格格諗下你生嘅時候咧，你諗住生幾多個先？嗱，你生一個咧，你就唔好開刀啦。咁生兩個咧，咁你就係啦，你就自己諗下啦。咁跟住又要讀書嘅時候咧，就要 play group 啦，係咪？跟住就要有啲乜嘢嘅配套俾佢咧？哇，係！仲辛苦過我拍戲喎，真係我拍戲都係埋單底嘅，我都覺得好辛苦。咁當然，我覺得每樣嘢辛苦咧，都一定係好值得嘅。起碼我有信心嚟緊我拍嘅戲會更加有感覺先啦。如果係一啲做爹哋嘅戲，係咪？咁啊，搶咗嚟落呢個位，BB 來了我做，我最多。我最多同佢孖住做啊 ！BB 來了真係好睇，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OK， 咁啊，跟住呢首歌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唱，亦都為今次喺雲頂裏邊表演練嘅歌。呢首歌亦都係我一位非常之中意嘅偶像，我諗呢首歌大家一定會耳熟能詳。咁希望識唱嘅朋友就同我一齊唱啦，送俾大家。張國榮嘅《醉》。原来终不缺少。
凡，却最重要。所以我呢首歌都系送俾大家，因为马来西亚，所以有今日嘅成绩。但因為每一次有時很多的演唱會才可以唱到一些比較新的歌給大家聽，因為有這麼好的 live band， 可不可以給一些掌聲給我們的財政聽聽。其實每一次我來演唱會揀歌其實都有些難度的，因為有些歌就實在真的唱了很多次，會被人投訴，有時我拿著牌那些，因為沒辦法，因為他們都給錢的，我都知道很多人給錢，但是他們都是鐵粉來的嘛，是不是？所以為了滿足大家，希望都可以，即粉絲啊，可以唱一下一些新的歌給大家。但其實講唱歌，我都可以由70年代到這個年代都 OK 的，因為我讀書我都是聽 Change 他們的，是啊。是啊，所以我的年紀都不是很大的，但是有一首歌呢就一定要唱的，因為這一首歌呢剛才你說了，是不是是我心目中一，我自己心目中在馬來西亞的國歌，因為沒有這首歌呢就不會有陳展鵬，是不是、希望我真的未來的每一年都可以跟大家見面表演，或者影下相，或者去下不同的摩，係咪？咁啊，去跟大家玩下遊戲都好開心。咁啊 ，thank you， 其實應該要俾多啲掌聲，或者我講嘅係嘛？多謝你哋。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亦都係頭先所講嘅一首好重要嘅歌，因為呢首歌亦都喺馬來西亞。我拍的電視劇裏面，我是其中三甲，是非常之喜歡，亦都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有監製可以找我拍這一類的角色。那個角色的口頭禪就是經常說遷差的，但我真的不遷差，我真的盡我能力去來馬來西亞演好這部戲，亦都給馬來西亞朋友看，希望這首歌令到大家會回味一下差不多。多謝泪水浸满爱情。
谁痛听回忆化作雨滴，还差半步我要孤身走进花落，才眼遇你停在彩色的下方，像风吹起见我一丝我感动，令我又再放松，再度期待抱拥一点空洞，划破黑色的晚空，让我安心去目送遗憾中每段起伏，在新一天爱上今天的美梦，共你应该会做到同样爱好西亞，仲有啲咩題材呢？咦，大家靜曬喎！你講馬來西亞啲來料 OK 喎，係咪啊？噏曬咗，你結咗婚未啊？你好多嘢諗，小心OK， 咁啊，其實呢一年啦，我都真係停咗好耐，冇做好多譬如拍劇嘅嘢，因為大家都看到一些新聞啦，係咪報道？即係呢兩年其實都哇好精彩的過山車咁。咁我主要都係除咗即係結咗婚啦，係小朋友啦。咁大家千祈唔好信啲雜誌嚇，千祈唔好信啲雜誌啊！嗰啲雜誌又話我呢樣嗰樣嗰啲，你千祈唔好信啊！我哋信科學嘅 ，OK？ 咁但係事實上最近我屋企人啦，屋企人真係身體唔係舒服，咁所以一直都有陪佢身邊。但我相信，除了我想在座咁多位都是有爸爸媽媽或者有一啲嘅公公爺爺嫲嫲，佢哋都是好似都會年紀大啦，好似我爹哋媽咪咁。咁我自己一路喺呢十年喺 TVB 裏面都一路去打拼，去埋頭苦幹做一啲嘢。咁我所以我都好
很缺乏了，或者覺得自己沒有在家裏面顧及自己的家人，所以就在這差不多接近兩年的時間，我就停了所有的工作，希望可以能夠有少少的補償，可以對他們多些生活。咁亦都希望藉住以下呢首歌，送俾在座每一位嘅屋企人，能夠身體健康同埋開心快樂。送俾大家呢首歌，亦都係送俾我自己嘅屋企人。識唱嘅真係可以一齊唱，真的愛你 ，thank you。Oh,
继续升上去，有请你嘅掌声，欢迎我哋嘅谷姐，俾啲掌声。